哦，日常回家时间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怎么那么奇怪？工作台哦，这工作台怎么那么大个？哦，没错，今天我就是来到这个巨大化合成台的世界哦。今天呢，所有麦块的合成台都会更大、更大、再更大。那究竟我可不可以在这个模式底下击杀中继龙呢？那把影片看完，你们就知道啦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片头耶。Yeah, 今天又回来到我们这个奇奇怪怪的麦块生存世界哈。那今天呢啊，我们先来做一样这个系列特别的东西啊，应该说这一集特别的东西啊。来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工作台哈。今天这一集啊，我们的工作台呢都会巨大化。首先呢，我先来挖多一点木头好了。好。OK， 像这样，然后开出我们的普通工作台哦，我们直接来合四个 ，OK， 四个工作台就可以合成一个大工作台，哦，这个大工作台哦，好酷哦，然后直接把它放出来，有没有？哇，二乘二的工作台，好扯哦，我们来看看它可以合什么好了，哦，这边有一二三四五，有五样东西可以合哦，可以合巨大猪猪，哎，这猪好像有点酷哎，还有一些更大的合成台跟工具，还有稿子，哎，哦，这个稿子，哎，这稿子好像很好做哎，我们来做做看这。这个稿子好了 ，OK， 有六个木头，应该就可以做这个超巨大稿子吧？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哦，它好长一根哦！等一下，我拿在手上长什么样子啊？为什么那么长啊？等一下，这也太不合理了吧？我们来试试看挖随便一个方块好了，来挖挖看，哦，还挖一个三乘三的空间哎，哦，好大哦，哦，好爽哦！我可以直接这样挖，然后获得很多石头，哎，哇，太爽了吧！哦，我随便打打就有21个鹅卵石，哇，太棒太棒！我们来看它可以和其他什么怪怪的东西好了。我刚刚看到它好像可以和泥土嘛，和泥土可以拿来干嘛？来看看哦，泥土的话，直接和一个出来。泥土的话可以干嘛？我放出来应该会有特别的东西吧？会，哦，它盖个泥土屋出来，哎。哦，里面有个箱子，这是什么？泥土剑，泥土剑可以干嘛？嗯，可以打东西吗？这里附近好像没有什么怪，我刚刚看到我们那边哦，那边有个村庄哈，我们先过去那个村庄好了，先把这个超大工作台回收起来啊，先过去看看那个村庄有什么哈。话说我是不是可以打村民，然后就知道这个武器可以拿来干嘛？刚好这里有个兔子，兔子兔子兔子，嘿，等一下我打不到兔子，嘿，哦，兔子会变成那个草地方块，等一下。为什么？等一下你也会变成草地方块吗？等一下，兔子真的跳太快了啦！这里有个村民，会，哦，它变成草地方块。等一下，所以是我打什么生物它都会变成草地方块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功能看起来超强的啊！然后这些箱子有什么？苹果跟橡木树苗都拿一拿。这有傻子哎，变草地，变草地，好爽哦！铁巨人等一下我这样挥铁巨人还会被变成草地啊？还是比较好的，呜、哦。等一下下刀，好，我们先来做一个斧头，我们先把这个铁卷给砍死哈。对 ，OK， 好，我们拿到了三个铁，三个铁太少了吧？等一下，这个村庄好像什么都没有没关系，我们刚刚看到那边有一点甘草梗，我们先过去把那个甘草梗给回收哈。我现在发现到一些蛮神奇的东西哦，我想要试试看收集哦，就是这个稿子、这个工具组合啊，整套工具组合跟这一只巨大猪猪，我需要八个生猪肉，我们等等来试试看打好了。我们先做这个工具，我们来看这个工具可以干嘛哈。OK， 有了，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做这个巨大工具了。这巨大的工具长什么样子啊？哎呀，超级无敌畸形我拿在手上是什么样子？我的锄头在下面所以这个巨大稿子可以来干嘛？我们来挖挖看这个鹅卵石好了。哦，它挖的范围更大等一下，它挖的范围，等一下我看不出这是几层几啊？它挖的范围超大我们可以直接这样挖，然后看可不可以找铁锭吧。我发现它这个东西消耗耐久值超快的等一下，然后我现在一个铁都还没发现到，等一下完蛋了。好，他这个稿子要坏了，我觉得我们先哦 ，OK， 他坏了，好，我们先上去好了，这个工具好像看似有用，又看似没什么屁用 ，OK， 好，我们现在找看看附近有没有猪好了，对，因为我觉得猪蛮重要的，然后整个背包都是鹅卵石，到底，我们先去找猪，我看可不可以做那样东西哈。哦，各位观众，我发现猪了，哇，这边超多猪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哦，那边也有好，我们现在来宰猪啊。OK， 这样应该是够了。OK， 有，我们有11个生猪肉，我们可以直接和这个猪出来这个猪，等一下，这个猪也太大只了吧？它比我人还大只然后这个猪应该可以直接这样放出来吧？哦，可以耶，哇，它是巨大猪等一下，你不要那么靠近我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个泥土屋它有一点用处，
我们有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放这个鲶鱼图来当做庇护所。OK， 所以我先喝多一点。好，那这只猪可以干嘛？等一下，这只猪我可以骑上去吗？啊，我可以骑。等一下，这个猪哦。我是骑猪骑士，等一下，这个猪太大了，等一下我看不到它全毛。好，我可以坐在这个猪上面，这哦太酷了吧！等一下，然后这个猪猪太大只啊，感觉它走得有点慢。OK， 那我们先来找一点铁哦。好，感谢你。然后这个猪猪会乱跑，我可不可以把它杀掉啊？把它杀掉会怎么样啊？等一下，哦，我可以杀它。它给我烤猪肉为什么？他给我一组等一下，那这面包就不需要了，这面包要来干嘛？垃圾！哇，直接给我一组烤猪肉哇，完全不愁吃的，八个换一组太划算了吧？哦，然后这边有铁，我们来挖一下哦。OK， 稍微挖了一下，16个铁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走，我们先把这些铁拿去烧哈。那在这些铁烧的同时，我们就来收集多一点木头，因为木头好像蛮重要的。对，我们就来。先收集木头吧 ，OK。哦，然后粉红色的羊天哪，超稀有这个羊，变成泥土啦你。那我们先拿这些铁来做一个铁桶跟打火石哈 ，OK，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那再来就是，我们就直接来做这个进化版的合成台哈，直接合超级无敌多合成台，跟我的大头贴一样，我超爱合成台，好。直接做这个更大的合成台 ，OK， 这是什么？哦，好，然后我看不懂，然后我们有更大的合成台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合成台我们就等到地狱再放好了。好，走，我们先去找一下地狱在哪里。OK， 总算把这个地狱门完成了，虽然说这边看起来有点畸形啊，不过没关系。来，马上点亮我们的地狱门 ，OK， let go let go let go。然后我们去地狱再把这个更大的工作台放出来好了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到地狱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先拿出我们的更巨大的工作台。嘿，哇，这是什么3×3的工作台？哇，超级大的，有没有？来看看我们可以合什么好了。我们可以合烈焰使者，烈焰使者那么好扩的哦，叫岩浆桶。那这样我要再回去多一次等一下。然后他说还要地狱使嘛，就直接这样这边开挖一点就好了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。等一下，不是我被烫啊！我被烫了。好啊，都这样啊，随便挖一挖就遇到岩浆，都这样啊。等一下，我的泥土剑不见了。不，我的泥土剑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叫一件物质出来，应该就有了。所以，好，靠背靠背靠背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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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是你不是你，等一下。OK， 那这样我们应该就可以直接和我们的烈焰使者了，来直接和一个。超巨大烈焰使者，那这个烈焰使者拿在手上是，跟刚刚那只猪差不多哇，超大的，等一下还在闪，等一下，哇，它爆炸，我的天啊，等一下，它会打我吗？你会打我吗？它不会打我它会打我吗？它不会打我那这个烈焰使者可以干嘛？我们先把这一铁拿去烧好了，对，因为真的好像会需要用到铁，我刚刚看到这边有个超级无敌屌的铁装，然后还有这个。什么铁工具是不是？好像都蛮需要用到铁的。好，我们先烧一下铁哈。OK， 37个点应该暂时够了。走走走，我们先去找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地狱堡垒之类的东西哈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这个炼石者可以干嘛？我来看看哈，可以做它吗？我可以骑它，等一下，我可以飞吗？这意思是我可以飞吗？我可以飞，等一下，我可以直接骑这个炼石者飞飞去，然后右键可以射火球，我右键可以射火球。好帅哦！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去找地狱堡垒，太爽了吧！走走走，我们去找地狱堡垒哦！等下马上就找到了，不是，这是朱布林堡垒，等下太快了啦！朱布林堡垒的话，应该没什么东西哦。我觉得找地狱堡垒应该比较重要啊，因为我们好像需要烈焰感。然后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不对，各位观众，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刚刚把猪打死，它会掉烤猪肉，那如果我把烈焰使者打死会怎么样啊？它会给我烈焰感吗？来试试看哦，他应该会给我炼感吧？等一下这个离地面有点太远，我先把它骑过来一点，再追一下。哇，等一下只能给我两组多的炼感哦，我的想法是对的，我的想法是对的，睡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他可以合什么东西好了。来，首先是我们的更多的工具哦，必须要用到剑、镐子跟斧头，这很容易做啊。我们现在直接马上来做哈 ，OK， 然后应该就可以直接做一把出来了哦。碎，那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拿来挖的吧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挖，
怎么没什么效？哇，等一下，哦，不是，它是按右键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小心打死了白痴。我们现在有这个超猛的工具，它右键，它对方快点右键。哦，等一下，谁发快？哈，不是，为什么那么快就摸到远古遗骸了 ？OK， 那我们现在，刚刚还有看到这个装备哦，我们来做做看这个装备好了。但是它需要用到中介珍珠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先去找中介使者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终于找到，我终于找到扭曲丛林了。哇，我找了超级无敌久。OK， 那这里应该会刷蛮多中介使者的，我们可以直接来，刷一下这个猎鹰杆哦。不是猎鹰杆，是，等一下你为什么要过来？是中介证书哦。等一下，不是，为什么这个，这个扭曲丛林连接着一个地狱堡垒？等一下，这运气也太扯了吧！然后这个扭曲丛林怎么那么小？等一下，这真的是扭曲丛林吗？各位 ，OK， 我们现在有四颗中介珍珠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和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超屌巨大装备哦。那这个装备需要用到超多铁，我身上的铁应该不够，我刚好还有一点，我先烧一下好了。啊，然后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们没有雨嘛，我们只能在主世界做这样东西啊。等一下，怎么办？啊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刷中介使者吧。有了，各位观众，我很快就拿到16颗中介珍珠了。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啊，用这个工具打东西好像掉落的几率会比较高，哇，超级无敌的爽，我一下子就打到16颗了，是，好，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些铁啊通通拿起来了之后呢，然后再下去捞一桶岩浆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再多做一个猎鹰使者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飞回去了，完全不用担心回不去的问题啊，超棒。OK， 各位观众，顺利回来了，应该是这个洞，有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下来，然后你就变成泥土，可怜的东西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回去主世界吧。那我现在就是要往上哦，然后如果为了这个稿子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右键，然后直接破坏？等一下，这边就有钻石，为什么这有钻石？等一下，这样哦，32颗钻石也太爽了！等一下，我可以直接这样右键，然后一路往上哦，这样会超级棒，而且红路上还会挖到一堆奇奇怪怪的光啊！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！ 这里有水，这里是外面的吗？是哦，有了，我们出来了，各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去找鸡，然后把它杀掉，然后来做看看这个铁装哈。刚好这里有一只鸡，嘿，它不给我羽毛，白痴。OK， 好，嘿 ，OK， 有羽毛了，来，我们来马上来把这个巨大化装备给合出来哈。我们先做整套装备好了。OK， 这样我们就可以和我们的超屌装备哦，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。然后对啊，点衣物件应该就可以直接穿上吧，是不是？嘿，有那我有整套体重然后这个体重有什么效果啊？有保护二，全套保护二，然后按 Shift 三下就会有超级跳跃我们来按按看哈。等一下，我可以飞超高然后我不会有摔伤等一下我再试一次。好酷哦，这功能超实用的好爽哦。然后这里还有多一个，这什么外挂吗？透视外挂吗？那我觉得透视外挂应该就不需要了吧。好，我们可以准备来升级我们的工作台哦。OK， 可以了。嘿 ，OK， 睡更大的工作台，太棒了。然后这个工作台可以干嘛嘞？放出来看看。它上面的纹路怪怪的然后上面的合成表超大，来我们来开看看等一下这合成表也太大了吧。这边旁边可以做什么？钻石金苹果刚好我刚挖了超多钻石，钻石金苹果可以干嘛？对啊，这钻石金苹果是来干嘛的？试试看哦。等一下，我的工具，我的装备也是，保护室，然后效果也是一样，然后我的工具升级成钻石了。我的天！幸好我有这身装备不会防摔，等一下吓到我，刚刚差点以为我要死。等一下这个可以挖掘的空间也太大了吧！我靠，这是怎样？太夸张了吧！幸好！哇，我们吃下钻石金苹果就可以拿到那么多的东西了，也太酷了吧！等一下它还有一个最终版的合成台。我靠，等一下我的合成台好像又不够了。然后还有这是什么？兔子，这兔子可以干嘛 ？OK， 哥，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村庄好像没有农田
完蛋了，我们不能做那个兔子，那兔子看起来超有趣的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来找找看我们的终极祭坛在哪个方向。等一下，我不小心喝太多了，这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才对吧 ？OK， 好，我们就出发去找终极祭坛吧。哦，这里，好 ，Let go。哎，话说，如果我在水中丢一颗的话，会怎么样啊？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他又跑回去了。等一下，这意味着是在这个下面吗？哦，我好像快到哦。啊，我们就直接从这个地方直接这样向下，垂直向下挖，应该就可以挖到了吧？哦，等一下，我直接挖到了。等一下，隔墙有眼。哦，太爽了吧！然后我们先来找哦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先来找传送门在哪里哦。我这样敲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你说是吧？应该不会把传送门给敲掉吧？哟，哎呦呦，怎么有你啊？哦，我找到了各位观众 ，OK， 太棒了！哦，然后上面就只有一颗眼睛，好，我们先把所有眼睛都放上去哈。有这个东西嘛？这东西不知道是可以拿来干嘛的？它需要青苔石砖，那青苔石砖的话，这边就有超级无敌多了，我们就每个青苔石砖都给它收走哈。OK， 34个应该可以了吧？来，直接合一个出来哦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就留到进中介再用吧。好，我们现在也可以合这个超巨大合成台哦。这个超巨大合成台，好，我们就没关系，我们就先合。OK， 我们进个中介再看看它可以拿来干嘛好了。马上进中介看看这只中介龙可不可以抵制我的钻石整套跟工具啊？呜、哦，然后这个岛是在这个岛上面哎，不是离本岛很远哎，太酷啊！靠背，我不小心点到右键，等一下。超级无敌卡的，到底真的是我不小心点到右键，我刚电脑还卡了一下，吓到我。然后这个是可以拿来干嘛？这个应该放上去哦。还给我山姆砖，山姆砖可以干嘛？跳。哦，等一下我可以跳超高，然后可以干嘛？我可以使用鞘翅。为什么？哦，我是超人，等一下，我是超人哦。我可以飞哎。为什么？我踩那个东西可以飞哎。太酷了吧！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最终合成台摸。我直接踩在上面，等一下这也太高了吧？这大概有10个、20个高吧？我天啊！然后这个可以合什么、啊？这是什么？中介用大炮？这需要用到一个中介珍珠，然后我的界面已经超出去了。等一下，需要用到一个中介珍珠。这里附近刚好有中介使者，我们来马上来打一下哦。珍珠啊，有了，有一颗珍珠了。OK， 我们马上来去合看看这个中介大炮是什么东西啊 ？OK， 等一下，什么？我也把它破坏了。What the fuck？怎么了？这大炮可以干嘛？这大炮应该右键可以直接射吧？哦，我可以射那个，这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我可以直接这样打这个龙吗？我可以直接这样扫这个龙哎！哈哈，中介龙过来啊，送死！然后我们就直接站在这个上面，然后用这个中介大炮把这些全部都射光光哦，超爽！来，直接射烂它，一直射！哦，超级无敌痛！可以，再插一下，插一下就死了啊！成功了，解放中介！哇，这个武器真的有够强的。它是不是可以破坏方块？我还会爆炸！等一下，变成泥土啊！哦，太棒了！我忘记用中介龙，我忘记拿这把剑靠中介龙了啦，可恶！没关系 ，OK， 太棒了。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龙蛋哦。我不小心用了这个稿子，卡死了。有了，各位，银河飞龙 C。好了，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那记得帮我点个赞，帮我点个分享，那不妨帮我点一下那个订阅按钮，然后并且打开小铃铛。那如果你想要收到，如果你想要收到影片最新通知的话呢，可以加我的 DC 群组。那如果你有经济能力的话，可以加我的频道会员。那我是片头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所以我可以把中介龙变成泥土吗？值得思考。